是因为我现在三串的代步，而现在要挑战1000元转扭蛋。那大家去看看自己的新品有什么，再看要转什么。这个有啊，这个之前看过，那这个是新的吧？换衣服的猫咪跟狗狗还有一起哦，很可爱。你看，我要这两个，好可爱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迷你的森林家是幼稚园呢，这好像已经绝版了，迷你版的还有，这个是小宝宝的，这个也绝版了，那个好像也没了，然后这个幼稚园的厕所跟这个大的买不到，小的还可以有，还有，好啊，它是水果，水果里面是恐龙化石，好特别。那还有什么新品呢？这是大人气，吉里的青蛙，这个是新的，一颗500块的公主系列的牛蛋，这个也是哎。我们家的椅子跟我们家办公室的椅子一模一样哎，是新入盒的小偷狗军团。你看这个狗都长得贼贼的，你看。好像牛板。这个也是新入盒哦，是玩具总动员的那个鸭鸭跟蓝色兔子，很可爱哎。这个是大人气玩具总动员四。哦，这个是电灯吗？好像按它的脸，它的屁股会发光，是萤火虫吗？收纳盒对不对？就空的，像鸡蛋里面可以装你的小饰品啊。上次有看过，它是一个扭蛋机。哎呀，好大！这个也是新入盒的柯南的。它这个是不是手机充电线的套子？已经快要没有了，感觉真的非常迷信。这个是蜘蛛人大灵器，上次我们转过的。这个是新入盒的柴犬，好可爱。我找到了。新入盒。看过，就在宠物店。另外一种合掌动物，大头娃娃。好可爱，就是全部组合在一起会变一个巨大猫跳台耶。那你要转一颗试看看吗？我想这个。这是像溜滑梯的吗？这个是雪卷，它里面都会附一只猫咪。哎，蓝色雪卷，下一颗是黄色，一颗就中想要的耶。我还要投一个。你还要投一个？是粉色的、黑色的，粉色的哦，黑猫的。再回去再看吧。这个好好玩，暴走族的头发。你是要撸这个？哎呦，真的耶！好丑，那是你暴走。好，这个是你刚刚说你想要的，你想要得到哪一个？只有三个，对不对？我也要绝版的。这两个可以组在一起。哦，哎，那也不错。来看这个会中。哎，绿色的，所以会是。这两个其中。还有墙壁，所以是厕所，动物厕所。厕所，这个是小宝宝的迷你场景的样子，它下面就是有这么多种类。我想要盒子的。盒子的，兔子哎，这个。哦，是这个耶。耶，盒子，这个。这个吗？奇怪的茄子块。水果蔬菜里面会有不同。好奇怪。会不会得到呢？而且它还有热狗，一共5个种类。这个是茄子，这个是茄子，茄子种茄子的就是他们最大的。看那个竹节，它像这样三株。所以你还要这个？这个你想要哪一只呢？都可以。好像剩的也不多了。不知道是哪一只？哪一只？不解开。这么神秘。这个嘞？这个是新品啊，这好像蛮人气的，看没有？要不要转一个看看？咦？是什么？毛利蓝哦，小蓝，还有呢，这个是小洛布岛7个种类，白熊，要种到白熊哦，好大一个，有恰吉，而且还很人气哦，5个种类的恰吉，要恰吉吗？不要，今天想要这个埃及的神明，5个种类，而且它是有两袋哦。所以你1000块已经转完了吗？所以它这一个是120的，对，我们超过了一点点。转一颗这个给大家看，哎，很可爱，是老鹰，哎，很大只，哎，它比想象中的大，难怪它是价格比较高。哦，企鹅的，我不喜欢这个。它是太阳神，第一只的话是天空之神。哎，这个最大只，哎，6.6最大，它比较高，因为它头上还有一个那个。那我们的1000块已经转完了吗？鲨鱼的炸鲨鱼，是软软偷看的动物，它从门缝偷看。这个好像是之前有看过，这好像是奇谭扭蛋的牛乳。这个是很像那种资料夹，迷你吹泡泡，好可爱哦。包头的蛋呢？别在这里就很像它，如果是有口袋，很像它口袋。而且你可以别在包包，它会不会发光？你看你太快决定了，已经1000块已经转完了，还有这么多想要的。
还是舍不得的来转的这个。哦，很大只哦！这个竹签就这样，我们扭完了，1000块就没了，好快！回去给大家看吧，走喽！我就回来了，我买了这些纽带，那我先一个一个拿出来吧。我从小开到大，小的应该是这个柯南的那个，它是新的，里面有这些，然后我们好像是得到小蓝。然后是这样子的，很可爱。它好像可以抱在线的上面，这个是抱在充电线，对对对，抱在充电线。它是像这样子，好可爱呀！这个是全红的，我全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哦哦，那个角落生物的灯。一共有这五种类，就是它们五只啦。把脸移动的话，就会闪亮的灯哦。就它的脸是可以拨的。好酷哦！他的脸往下，哎，点头，他的屁股就亮了。这个就是萤火虫的设计，后面有四个起哦。角落生物的系列后面一定就是四个，就来开猫咪的猫跳台系列。猫跳台有两个，因为很可爱，我们就转了两个。那里面一共有茶白猫、白猫、黑猫。三毛、白皮虎斑、灰猫，加起来全部就会变成一个大的猫跳台。这个猫咪超精致的，这个我们家雪卷的手手也会这样子，其他连锁店都有做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它下面有四个肉垫呢。好了。为什么这边有一根这个？这个是要去接别的。因为这个本来它是像这样去接别的啊，这个本来是像这样子的，接在一起。这可以任意组合各种形状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吧。下一个呢，来开那个森林家族系列好了。这个是幼稚园的，这个是小宝宝的系列，迷你小盒的。哎呦，我看到这个，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有看《迷你森林家族》，然后我看一看就牙齿掉了。里面有这五种类，那我们得到的是第一个兔兔的，超级小盒的哦，看看一下里面。哈哈，是木一个小钢琴，超级小的哦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盒子里。好，完成了。这个好酷哦，它这个是绝版的两个，哎，洗手的还是马桶的？不对，是两个都有哎。我已经做好了，先这样子的，它有门哦。哦，它变成这边尿尿洗。它躺着尿尿的吗？哦，这边洗手，洗洗洗。这一组里面一共有这些，啊，你我没有得到大房子可以组合成一栋，我们得到的是这一个三号。这个是茄子怪。哎呦！我得到一个最不想要的，香蕉的最可爱。这个是他们那个封面上面的，里面有这些。哦，香蕉的有四只脚，哎，四只脚脚呢？把它的脚装上去。哦，其他这个是设计是像牙签一样的，可以走路哦。它送妞吧，还有这个，那是埃及的那个，有五种类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弹的，我们得到的是企鹅吗？嗯，最大只的这一只，太阳神，它应该是乌龟神吧？哦，是蛇啊，超级大只的龟神，哎，它是软胶的。下一个有两个，都是白熊的哦，可是不同台的哦。那我们先开不倒翁。它总共有这些，还有四个大只的，还有卡皮欧卡，它蛮大的。它这个底下是有个重量的，所以它就会像是不倒翁一样，它不会倒。下一个是这个扭蛋机，这个不是1000元的，已经开完了。这个是后来看到还是很想要的，它是真的可以转耶。今天好像得了太多白熊了。嗯，它扭蛋本身就是那个机器。它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出来了。扭蛋里面有东西吗？空空。黄色、红色，快快，卡蛋了。你的蛋有两颗黄的卡在那里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得到超多白熊的，三个白熊。这个是那个荷兰的那个贩卖机，里面如果再是白熊的话，今天就是白熊了呗。这个我觉得都很可爱。因为白熊它有被子，炸猪排也很可爱，猫咪的那个企鹅的，然后还有蜥蜴的都很可爱。猫咪，猫咪，看，终于不是白熊了，最喜欢的猫咪。它也
也是抱充电线用的，可以这样子。你看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是像这样的吧？好可爱哟、哦！然后也可以充电子充手机。谢谢谢谢，开箱全部，你们最喜欢哪个？都可以在下面跟大家说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。哦，因为这很大，可是这不是你千元里面转的。对，那如果是千元，你最喜欢的应该这个，这个很好，连肉球都做的。那就是如果你有整套的话，就可以变成超大猫跳台。如果喜欢一千块扭蛋系列的话，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剧、订阅、听听很多牛马 TV， 还牛马 TV， 还牛的 family， 就每天晚上七点收看影片哦。爸爸，明天晚上七点见，拜拜。又打又打，你们看这个学学的尾巴最可爱，就是只有那一撮蓬起来。花卷刚被取取下，这样子在往后退，然后后面就是墙壁，就空在床上面打架。花卷刚刚就是那样子往后，然后他就撞到头。花卷，你干嘛用脚去打学姐？